Hello，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学士学位学程的龚盈慧龚老师，目前所在的工坊是位于美术学院游艺楼的艺园地。那这个工作坊呢，是以漆跟金属工艺结合的相关创作的空间。那我们除此之外，在金工教室，有琉璃工艺的相关设备，包括喷砂机，还有大型电窑，然后金属工艺所用的烧结、珐琅窑，然后各种锻敲设备、金工设备非常完整，提供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跟创作空间。那我的专长主要在教授金属工艺、产品设计、金属雕塑创作部分的领域，那带领同学们从金属工艺的媒材进行相关的技法练习、媒材创作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部分。那我的专长呢，其实在之前是在产业部分服务多年，之前是在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服务，那还有在相关的礼品、饰品、珠宝赠品的领域进行产业的服务，之后再转入教学这一块。所以在相关的金属工艺的媒材创作跟工艺的媒材学习之外，产业部分的实务经验也会在相关的课程带领给同学们学习跟进行相关知识的教授。工艺创作媒材主要有在金属工艺，然后皮革工艺、漆器工艺、玻璃工艺，还有纤维工艺、竹木草编部分的天然纤维学习，都在课程的相关规划当中。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学士学位学程，从同学在课程的学习到产业接轨的部分，给予非常完整的一个连结脉络。那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学士学位学程。